呢部系太平洋铺系列首部抽油烟机，拥有一块特制嘅钢琴黑嘅导流板，有效引导油烟直达吸风口，既实用又好睇。控制面板采用轻触式设计，扫一扫个 panel， 触控界面就会着灯。它总共有四段的可调节速度，摩打的转速最高可以去到2800转。煮食的时候可以校时间提示，避免食物过熟或者过生。而且煮完之后还可以延迟关机，排走残留的油烟，那就不用再特登翻入厨房熄机。另外一款新推出的太平洋抽油烟机采用左右排风设计，机身的左右两侧都可以装到6寸的排烟口，适合不同的厨房设计需要。吸力方面，开着 Turbo 模式之后，摩打的转速可以提升到2800转。机身的外壳用了磨砂的不锈钢材料，方便清洁和维护。这两款新推出的太平洋抽油烟机都各有特色，不知道哪部合大家心水呢？就是有，什么都有。